今天好个巴散，老铁们！啊，还有一把，这地方这么多雨伞呢！老铁们，看里面啥玩意儿了？看了吗，兄弟们？里面有亮！再看有个人没有，老铁们？有人没？有人没？兄弟们，看着没？什么是交换？老铁们，兄弟们，你都说这地方有没有故事？老铁们，这玩意儿不是我挂上去的啊，家人们，你都说这地方谁呀？救我一下了呢！看着八卦啊，观音菩萨八卦啊，还有里面挂的，还有这个八卦啊，通天地，五行通天地啊，八卦定乾坤，老铁们，操他妈的，不知道啥样呢。不知道啥样呢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啥呀？谁？谁？这就是这个。老铁们，这地方原先提的是一个王八，你看着没？哦，八卦王八，看着没？老铁们，是一个王八形，应该提的是王八。谁搁屋里呢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路上，我操！有人来过这了呀？
我操啊！骨灰坛子！哎，老铁们，有动静，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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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操你妈的！谁敲的门？你妈谁敲的门？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是幻觉吗，老铁们？操你妈！是幻觉吗，兄弟们？再看看来。一二三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谁？操你妈的！这没有动静，你是这房的主人吗？
你是这房的主人吗？老铁们，骨灰坛子里面有东西，兄弟们。操你妈！谁？我操你妈！幻觉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。你看那影子，兄弟们，影子不对啊，我感觉那影子有点像个人呢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我瞅那影子有点像个人，老铁们啊，别砸，砸了不好，铁子们啊，上面影子是啥不知道啊。你妈砸了不好，兄弟，把它给吹灭了啊！把它给它吹灭了！哎呀，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搁这给坐着呢，兄弟们。哎，你我操！幻觉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，全是幻觉，这屋里所看到的全是幻觉，老铁们。2019年21号、22号。全是幻觉，兄弟们啊！操他妈，窗户帘全干开了，兄弟们啊！刚才全拉了，家人们，这会儿全干开了啊！好朋友们，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！操他妈的，不行了！给他吹灭！有很多人说喝着啊，你为啥喘粗气？我害怕啊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出来！
没事。我拒绝催命，老李毛，我拒绝跟他催命，兄弟们，操你！我看他都咋的呀？我操！幻觉，老铁们！幻觉！全是幻觉，老铁们！我操你妈！21号直接跳到28号、9号了，兄弟们，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！全是幻觉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操你妈呀！什么情况啊，兄弟们？啊！鬼吹灯，老铁们！鬼吹灯，兄弟们！我说，我操你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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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我操！加个死字儿，加个死字儿，兄弟，加个死字儿。谁？灵位吧，应该是灵位哥，哦，应该是灵位。谁敲门的？速速现身来！谁敲门的？欢迎下客。哎。
我操你妈！啊！各国外面的兄弟们，哎，我说，有东西吗？老铁们，有吗？兄弟们，没事，老铁们。我看他咋回事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，我看他究竟咋回事了，全是幻觉，你们所看到的全是幻觉，家人们啊，来看这屋里有没？感谢啊，谢谢我冰月哥送来666啊，感谢哥的支持，啊，感谢家人们支持啊，谢谢啊。出来来，出来呀！行了，有动静，兄弟们，有动静。我操！我操！你妈别过来呀！我又过来了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妈又过来了，兄弟们！又过来了，兄弟们！啊！老铁们又过来了，家人们！跟你进来了，跟我进来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就在你身边，跟我进来的，真的假的，老铁们？哎呦我操，这火烧太大了！对不起，老铁们啊，对不起，害怕吓的啊。我知道了，老铁们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死那屋炕上了，老铁们，哦，应该是死那屋炕上了，家人们，咱们过去看看，老铁们啊、哦，咱们一探究竟，兄弟们，应该是死那屋炕上了，来，走，咱们炕上去，来，但是我感觉全是幻觉啊、哦，我感觉全是幻觉，感谢啊、哦，谢谢美好。啊、哦，谢谢梅小姐。来，兄弟们，咱看看来，口罩戴上啊、哦。干着没？啊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啊，够狠不，老铁们？
站点啊，兄弟们！站点，家人们啊！就是他，他应该就附在上面的，兄弟们！啊，他应该就附在上面的，铁子，全网啊，全网没有我最快，老铁们！啊，家人们都是喜欢我的老铁啊，全网没有我最快，你们承认吗，家人们？全网没有我最快啊！感谢我范儿姐，我说对吗，哥哥姐姐们？来，自拍我估计，来，行，老铁们说一算啊，老铁们说一算，感谢我风潮。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老铁们看不见。哦，这样看看不见，老铁们，咱们还得等待时机啊，兄弟们，他肯定会现身。啊，他100%会现身，老铁们，咱还得等待时机。来，铁子们啊，真的，咱别抠鼻搂手的，我点根烟。哦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我给他点一根烟，兄弟们啊！大哥还大姐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死的，但是我知道你死这屋了啊。然后啊，我给你点根烟，希望这希望这根烟啊，你能受得起，好不好？好，这烟我给你放上了啊！真的啊，我希望你能幸个这身，好不好？烟我给你放上了啊！我希望能幸个这身啊！你也别吓唬我，我对你一点恶意没有啊！来吧，能不能幸个这身？来，看我镜子来，兄弟们。哦，看看镜子，兄弟们，哎，拿烟了，看见他拿烟没，老铁们？这回咱们把速度提到最快，老铁们啊，把速度提到最快，老铁们啊，全网最快，一二三，操！铁子们，铁们，这玩意儿狠的，老铁们，啊，家人们啊，这玩意儿狠的，兄弟们。看见了不？看见了吗，家人们？谁？谁？老铁，他有没有躺在我旁边？家人们，他有没有躺在我旁边？好朋友们，啊？但是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抬我脑袋，
真的铁子吗？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抬我脑袋，抬我脚，太亮太暗了也不行，太亮了也不行，然后你们听课就完事了。哥哥姐姐们，躺在身上了是不？感谢梅花姐啊，谢梅花姐送来么么哒。来，咱们来看看啊，兄弟们，眼睛黑了，眼睛黑了。缓一下幽闷儿，咋还不出现烟抽了？为啥不出现呢？烟也抽了，他为啥不出现了呢？兄弟们，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兄弟们，我来看看。不对呀，老铁，为啥他不出现呢？老铁们，烟也给他了，是不是？老铁们，我也躺着啊！你们看好了，操他妈！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干最狠啊！他躺着，我也躺着，兄弟们，来，你们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！腰的兄弟们，我操你妈！他搂我腰，兄弟们，我操！我操！感谢美儿姐。灭了，灭了！我问问他家人吧，我问问他。前面这个骨灰坛子前面这个坛子，我问一下你你是这里的主人吗？是的话，你给个动静。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你需要什么吗？忒过分了！我再给他一根我再给他一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烟还要酒，我这回我全给他老铁们，好人做到底，我这回我全给他。没变，挺消。我操！窗帘又开了，老铁们，窗帘又开了，家人们。我操！我操你妈！窗帘又开了，老铁们！我操！没了。没有酒了，剩空瓶子了！哎呀妈呀，剩空瓶子了，兄弟们！日期没变，老铁们，日期没变，还是那个日期兄，我操！
我操！这时间过真快呀，老铁们，这一会儿马上一年了啊，家人们，这会儿马上一年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这过太快了，兄弟们，你要这么过，我活不了几天，我操，今天晚上我估计你都给我撕没了啊，今天晚上都给我整没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这过太快了，兄弟们，哎呦我操！这会儿2020年了吧？哎呦我的七八九号了，12月了，马上年底了，真牛逼呀！你要干啥呀？这是啊，天人间一天，人间一年，是不是？哎呦我操啊！感谢我梅桃姐啊，谢我姐的支持。别怕，老铁们，全是幻觉。听着，我有个想法啊，2084，2100人，我想把这个坛子给它打开。我不知道行不行，老铁们啊，我想把这坛子给它打开，老铁们，咱们看一眼，你们想看的有多少，老铁们啊？想看的有多少，老铁们，咱扣个一，兄弟们啊，记住贴着啊。我不是姐，感谢我美好哥啊，谢我美好哥。想看的有多少，扣个一，帖子，我给他干开啊！我给他干开。虽然说我这种干法挺鸡巴吓人，兄弟们挺过分，但是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是啥，老铁们。我感觉这屋里面烟特别大，老铁们啊！感谢龙魂大哥蜡烛吃没了，吃没了，兄弟们啊，吃没了。哎呦我操啊，老铁们！不是，我马上过生日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再整一会儿我过生日了，兄，干啥呀？这过太快了吧？啊？我操啊，兄弟们！9号，来，我看你怎么变的啊！我看看你是怎么变的啊！尊重死者，不要打开，没事儿，我再给他扣上啊，再给他扣上。但是这家肯定是横死的，兄弟们啊，肯定是有那什么，是不是？肯定挺狠，因为今天我也不能来这儿，老铁们啊。降压小偏方是不？老铁们来，咱给他打开来。我今天我就给他干开啊，兄弟们！操你妈的！我今天我就给打开，老铁们，我看他到底咋回事。看着这坛子没，兄弟们，有年头了，啊，有年头了，兄弟们，都拿回去了。咱打开点这个啊。打开不点的，老铁们，哎呦，什么玩意儿呢？有东西没？老铁们，死者为大，里面有骨灰，老铁们，兄弟们看到的扣个一，来家人们。啊，感谢我脚踏千军啊！老铁们看着的扣个一，里面有骨灰，有骨头，白色的骨头，老铁们谁看见了？兄弟们扣个一来，老铁们里面有骨头，啊，里面有骨头，哎呦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11号了，老铁们，11号了，兄弟们啊！操你妈！11号了，老铁们！
真他妈快呀，过的马上过生日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咱们得看看啊，我再打开一回，老铁们啊，看看里面是骨灰还是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你妈呀！我操！哎呦，我操你妈！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出来了！哎呦，我操！出来了！哎呦，我操啊！老铁们是出来了吧，兄弟们？哎呦，我操啊！喂，我小玉姐，喂，老铁们，出来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再看一眼，老铁们，好，再看一眼，看里面到底是啥，老铁们，日期又变了，妈呀，14号了，兄弟们，14号了，我操！这么快吗，老铁们？14号了，兄弟们！真的，老铁们啊，咱也别他妈一天一天过了，兄弟们，他过挺快，一分钟一变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老铁们，我直接全给他烧了得了啊！他这过的是有点慢，咱直接快点就完事了，我受不了了啊！啊！我肯定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我这一直接给他干了就得了，直接过年就完事了，兄弟们，啊，我着急，直接过年就完事了呗，老铁们，是不是？我性太急了，你别一折磨我了，啊，你别折磨我了，你直接过年就完事了。哎呦，我操，我这受不了了，啊，兄弟们，哎呦，我操，你可别折磨我了，我操啊，太吓人了，老铁们，太吓人了，兄弟们。这咋点不着呢啊，什么动静，我操你妈，别折磨我了，你这直接全干了得了，这妈还点不着，老铁们，哎我操，对，直接过年就完事了，这是点不着呢，老铁们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这手手烫的，操！哎，真的，还有这些天呢，你可别折磨我了，来吧，直接过年就完事了啊！感谢我红哥啊，谢谢我银行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对不对，老铁们，咱直接过年就完事了呗，老铁们，磨叽啥呀？还童男童女，是吧？呛死我了！这回来得快。好，这回来快些，兄弟们，直接全过年了，完事儿了。感谢我樱桃妹妹啊，谢我樱桃妹妹。瞅瞅，哎我操，有东西给哪呢？给哪呢？有东西。来，咱把这看看来。妈呀！我操！啊！哎呦我操啊，兄弟们！
哎呦我操，这不是棺材吗，兄弟们，这不是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一个没剩啊！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！老铁们，一会儿房子要是没了咋整？啊，一会儿房子要是没了的话，是不是更邪乎了？真没有，老铁们，这里面，哦，真没有啊！我操，真没有啊，兄弟们，日历烧完了啊，日历烧完了，家人们，烧没了！我操呀！哎，我操你妈呀！哎，我操！哼！我也坐一会儿，老铁们。我也坐一会儿，老铁们啊，我也坐一会儿。啊，我也挺累的，兄弟们，我也坐一会儿。操你妈，谁敲门的？啊！谁敲门的？我充值怎么没到账？琳琳姐啊，直接刷就能刷出来了啊！直接刷就能刷出来了！我操，什么动静？感谢啊，美好，谢谢美好大哥啊！有人敲门，老铁们，啊，有人敲门，感谢熟人啊，感谢我琳琳，也感谢红哥，啊，老铁们，我也坐着啊，我看咋回事，啊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他妈也坐着，他不好坐着吗？老铁们，看谁最狠啊，兄弟们，户外探险谁最狠？老铁们，我也坐着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哎呦啊！哎，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啊！来，继续来，继续，老铁们！幻觉，对，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！大哥，你是真牛逼呀！我他妈全是幻觉，兄弟们，啊，全是幻觉！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操你妈，过去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眼睛花了啊！明天我该配个眼镜了，家人们，眼睛花了。哎呦我操！等会儿啊，我看看兄弟们啊。
给哪出来的？老弟们，给哪出来的？我操啊！给哪出来的，兄弟？我就。给哪出来的呢，家人们？哎呦我操啊！哎呦我操，好狠呐！我操哥，感谢我靖哥啊，谢我大哥，侧面出来的。这回我不做了，你出来吧，别进去危险，没事儿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啊，没事啊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感谢我铁子，谢谢我铁子支持。哎呦我操！欢迎师姐！哎呦我操！听着，我操你妈的！老铁们，我操他妈太牛逼！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家人们，啊，不知道从哪出来的兄弟们，崩的正是时候是吧？正好咬他了，啊，2100元铁子吧啊！我知道我说完这句话，肯定老铁们都走很多，是不是老铁们？哥哥姐姐们有小礼物，咱支持一下好朋友们啊！我今天晚上头一嘴，老铁们，给面的兄弟们，咱支持一下，感谢我美好哥。谢谢我哥的发工资，感谢啊！大哥大姐们，感谢我樱桃妹妹，啊，谢我樱桃妹妹，哥哥姐姐们喜欢的支持一下，感谢我小赤姐，就从你身边出来，我知道，谢谢我哥啊，感谢我哥，感谢我红哥，感谢美好哥，哥哥们，帮兄弟占个榜，头一嘴，老铁们，今天啊，上半夜下半夜我头一嘴，老铁们。给面子的哥哥们姐姐们咱支持一下。我都不信了兄弟们。我都不信那个邪老铁们啊。我都不信那个邪老铁们。欢迎我克哥啊。操你妈的。感谢南开，谢谢我南开的支持。老铁们啊，这是人家家呀，兄弟们。但是今天我还行，我没有玩的过分，老铁们。我要是玩的过分的话，我就把骨灰坛子给摔了。但是老铁们，我没有啊，死者为大。有很多老铁们说，贺着死者为大，咱们就玩玩就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咱就灵异探险啊，咱不干别的，老铁们。是不是家人们？那就对了，东哥，必须的。哦，哥哥姐姐们，666帮着走一波，老铁们。哦，咱大伙支持一下。走进去来，谢我范儿姐啊、哦，感谢我范儿姐，欢迎我浪子情我情哥。进去来。你跟他说说话，你看别人直播看多了。哦，兄弟，感谢我克哥啊！你看别人直播看多了，可能别的主播跟鬼说话，但是我这不会呀、啊，啊！一会儿我进去问问他，我说能跟我说话不？你可能看别人直播看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整个破逼音箱往那一杵啊！再不现在都玩啥呢？现在我看了，昨天晚上我下播我看了，现在玩都比较狠呐、啊，老铁们，直接就出人了，老铁们啊！我操，什么动静？直接就出，我操，烟掉了，烟掉了。欢迎夜雨啊，欢迎这位说道朋友们，直接出人了，老铁们啊，玩的很透了，还有养漂的，干啥都有，现在老狠了。感谢我克哥送来的蘑菇云啊，谢我克哥，感谢我靖哥啊，谢我大哥，干就完了，铁子，我有我的风格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
今天玩的可了不得呀！啊，各有各的播法，对。啊，感谢美好啊，谢谢我美好哥送来的666。对，老铁们，大家慢慢看啊，慢慢品。如果贺的直播播的好，你就多停留几天，多停留一段时间。等我播的不好了，你再取关我就完事儿了啊！你看有没有比我速度更快的兄弟们？啊！来人了，男的，铁子们来男的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家属来？不知道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混局，老铁们，就是混局。你就说，你看这地方真不真实？老铁们，你看这门上啊，铁们，你看这门上都啥？兄弟，你看这门上都啥？老铁们，全是八卦，老铁们，全是八卦，兄弟们。什么玩意儿叫唤？啊？什么玩意儿叫唤？走进去来。晚上谁敢来呀？不一定啊，万一来他们来家人呢，对不对？谁家属来了咋整啊？你是两个主播吗？离我家不远，哥。啊，离我家不远，开车1个小时，辽阳到我家。辽中，对，沈阳辽中区。老乡是吧？说这里边烟这么大呢？我操！老铁们，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，全是幻觉！铁子们，你们所看到的全是幻觉！啊！酒应该喝了。酒应该喝了，看见了不，家人们？操你妈！啊！等弟兄们，我直接冲过去。
又过门了，兄弟们！啊，又过门了，跟进来了，跟进来了吗？进来了吗，家人们？欢迎我家露露啊！我他妈这回搁这坐着。啊，老铁们，这回搁这坐着，我看咋回事？有个八戒进来了，带手电棍，我怕你们看不着。老铁们啊，你坐手机旁边，我就坐这儿呢。啊，我就坐这儿呢，兄弟们啊，干咋回事？就是那个，我操！哎，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老铁们，我坐在身上，兄弟们，我坐在身上，兄弟们啊！眼皮黑了，眼皮有点黑了，家人们，啊，眼皮有点黑了，就是玩都是幻觉，对，老铁们都是幻觉，哎，你们所看到的全是他妈幻觉，老铁们，谢我小树姐，感谢我樱桃妹妹啊，全是幻觉，你们所看到的全是幻觉，家人们，啊，太他妈狠了，太他妈狠了，兄弟们。幻觉微电影，对，都是在拍微电影的，兄弟们，信者有，不信者无，啊，信者有，不信者无啊，兄弟们，有没？老铁们，后面有没？兄弟们，我看不着啊！哎呦我操，我看不见呢，后面有没？没有是吧？来，我来看看啊，真没有啊！操你妈，真没有啊，兄弟们！啊，真没有啊，老铁们！我操你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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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操！完了，整急眼了，兄弟们！整急眼了，老铁们！啊！我操！让我整急眼了！啊！我操！掐我脖子，兄弟奔我来了！是不是玩过分了，兄弟们呢？啊！家人们，是不是玩的有点过分了，铁子们？哎呦我操！你做的该输人啊，媳妇儿，
应该是瑞瑞玩忒过分了，兄弟们。啊、哦，应该是瑞瑞忒过分了，兄弟们。操你妈！老铁们，要是觉得你喝直播间过瘾的兄弟们，啊，咱大伙支持一下。12点半了，这么多兄弟姐妹，啊，感谢我大哥，谢我金哥，有点干不过的，干不过你，我说干不过他，感谢我哥，没好哥，啊，瞬间走了好几十人，欢迎小翠姐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喜欢喝的老铁们，咱支持一下兄弟们，大家一起帮喝的上一上，老铁们。有小礼物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！我操你妈！整鸡眼，我他妈先给你摔了，你信不？啊？整鸡眼，我先给你摔碎了，你信不？摸摸他男女，我没摸呀！啊，我没来得及摸，我都不知道他男女，改名带啊！感谢好不？肯定太重了啊，压着他了。我170多斤啊，我170多斤，老铁们，感谢啊，谢我浪哥送来的奥利给啊，感谢我浪哥。谁？操你妈的，谁？进来，来。别怕，老铁们啊，全他妈是幻觉，全是幻觉，家人们啊，全是幻觉。家人们，日榜第34，还能不能帮客的支持一下？全靠大家了，好朋友们。这么多的帖子啊，全靠大家，一切都是假象。对了，帖子啊，一切都是假象，一切都是幻觉，全是他给弄出来的，家人们。哦，有没有哥哥姐姐能支持一下的好朋友们？12点半了。感谢我大哥，我静哥送来的666。还有没有姓宁的大哥，咱帮客的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。哎呦我操，感谢啊、哦、什么玩意儿了这是啊，感谢我浪哥啊、哦、送来的甜蜜时刻，谢我浪哥的支持啊、哦、大哥上666是我铁子们，啥都行啊、哦、家人们，感谢我开心姐啊、哦、哥哥姐姐们喜欢的话咱支持一下，好朋友，有小礼物的。我抽根烟，我看他咋回事。不用休息啊、哦！我不用休息，家人们。感谢我战神鹤，谢谢我铁子送来威武霸气。好、哦，感谢我铁子支持。什么动静？操你妈！窗户帘也撂上了，感谢我点地儿啊，谢谢。兄弟们一起中点奖，好朋友们啊、哦，咱们一起中点奖，好朋友有666的，咱们支持一下，好朋友们。让你满足他，别闹啊、哦！这个不是闹，他就想害我，是不是业余哥？有些东西能闹，但是有些东西咱不能闹，家人们啊、哦！我一个人在这挺危险。感谢我战神鹤，我铁子送来的666，谢我铁子支持，是不是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们啊、哦？咱大家理解一下啊、哦！
有些时候这玩笑真不能开呀，真他妈要是给我干了，我就废了。啊！操你妈的！光点儿。光暗点儿，老弟吧。我操！我操！你咋敲的呀？操！给哪敲的，老弟们？我操他妈，给哪敲的？走，咱们过去看看来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给哪敲的，他应该还在这屋呢，老弟们。啊、哦，他应该还在这屋呢，兄弟们！操你妈，谁？哦，咱得看看兄弟们啊、哦，咱们暗光得看看老弟们，他在这屋。看着没？我咋说的？啊、哦，他一直在这屋，看着没，兄弟们？他一直在这屋，家人们。我操！你是不是需要烟了？啊？请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需要烟了？是的话，你扣个一来；不是，是的话，你给我动静。感谢我大哥，不是，跌倒，说错了。啊，是的话，你给我动静来。需要烟了吗？真需要烟了，兄弟们。啊、哦，真的需要烟了，我再给他一根啊、哦，我再给他一根。好家伙，看直播口一松烟，不对，说错了，刚才说错话了，我再给他一根，老铁们。欢迎我赫哥啊！我把烟给你放在这儿了啊！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，你就过来拿。肯定是没有了啊，最后一根了。啊，我把烟放这儿了啊！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，你就过来拿，好不好？把烟给你放这儿了，来。谁也说真，我踢必须踢他，兄弟们啊！必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！真缺烟了。如果你要缺爷们儿的话，你过来，你帮我拿走来。来，
如果你要缺爷们儿的话，你过来把我拿走。啊，像我这种就身体倍儿棒的这种爷们儿，你要需要的话，你过来把我拿走，来把我抬走。我操，应该是不需要，需要的话肯定能过来啊。一个小时，对，一个小时。那边谁给哪呢？给哪儿呢？那边谁呀？给哪儿呢？给哪儿呢？一个小时好不？谁三秒啊？我一个小时。没有啊。没有别的呀。哎，我操啊。火药虎啊。没有别的呀，兄弟们。欢迎我铁子我虎。我感觉是他呢，看着没？旁边有个白色的影子，兄弟们，动的动的动的，老铁们！啊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嗯，我操你妈！够快不，兄弟们？够快不，家人们？不在了。铁子们，咱直播间够刺激不，家人们？啊，咱这直播够刺激不，家人们？兄弟们，这么多老铁，那怎么直播间这么干净呢？家人们，咱能不能帮个围拢一下子？兄弟们，铁们，上点朋友，咱帮个围拢一下直播间，兄弟们，太干净了，好朋友们。欢迎一笑哥啊！还没有帖子，帮我围拢一下公屏的家人们。太干净了，这直播间卡这不动了，铁子们，我操，太他妈灵异了啊！太灵异了，兄弟们。不圆润呢，不是不圆润啊，我总感觉跟我的付出不成正比呀，兄弟们，这么多铁子，咱们一人帮兄弟来个666铁子，来个飞吻啥的，是不是支持一下，给我点动力，我也好有劲干呢，家人们，我操，一提这个全走了，感谢我川儿啊，还有没有朋友，咱直播间？没人了，没人了，我操他妈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哎，咦，我操！
又没了。最后一个大的跌到直播间都没有人了，兄弟，哦，我得感谢我兄弟啊、哦，是不是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了？去他妈了个逼的吧！不行，咱撤吧，啊、哦。